这股毒门兵器，武馆可用任何兵器应战。高手们会用自己最擅长的，你徒弟是找死。咏春拳最厉害的兵器，也是世上最常见的。南方叫八斩刀，北方叫丹锋剑。最厉害的不是刀，是刀法。 你没教我真的，本门秘传，不能告知。